到了也不休息，跑过来 OG。 真有你的，他从终点过来的，离不离谱？我终点跑到起点。 飞轮呢？届时要去补机子就砍他了，他们大部分过来救。
零三杀。看你开不开。看你开不开。可以救。还真是娃娃救的。剩一点电，给它控制。替换。马拉松的，那看来有人不休息的。我说要不要这样？喂，我都没追你，那钩子一交。我再回来。大伙都不休机的。他宁愿去等那个45秒，也不肯修木屋了。
哎呀，好短，我知道加速度没跟上。逛街，逛街没什么搞头的。看那，因为这等个45秒，那个手的电机它都不修木屋。那下次，或者这种局还不如打个蜘蛛呢，喜欢逛。打个守夜员，我一直在逛街。那冰块看见我就直接过2楼，赖的不谈的。然后律师透视我，追不到他们。靠这小头开始跑了，还有云中漫步嘞。抓就行了。哎呀，再撞不行了。然后反杀他，不行，喜欢 OP， 你不要的。飞轮前锋，怪不得不要命，格斗无逼，那没得命的。我估计用左面的冰块是吧？你也没破灭。麻了！哎，还有肌肉记忆。全是飞轮双弹，一个搏命都没有的。
关电视吧，打针累了。反正那还是有说法，这不带不命的。没打你仗，真有你的。你这离不离谱啊？打排位嘛，大心脏都不带的。妈有废了还有不命的，更离谱的这个。我四个虫都没跟到啊。下班。也没电机呀。不管他，电机要够了。这把修得真快呀、啊！有二阶要厉害的，没二阶根本就不过呀。
Ja, doch wieder.放南飞轮加巨力呀，病患！一堆牛。 来呗，救我他呗！第二次有的你就直接开，反正他没带晕杖。这小子带巨力的，打个板巨痛。 大金刚，很想保他，保婆的。 哎呀！你！ 是吧？想贪野了，算了。嗯<咳>
看他没有意义。我秦升，我怕你啊！一个想第九，一个想开枪。队友金身不是全嘎了吗？啊！你怎么可能想保活呢？直接下一把了都。啊！你没叫啊？这也不错。我还被他枪焦了，没叫也无所谓的。中你喽，这都没掉你。我大宝了吧？应该在第二次。
哎，那不是有二米吗？哪来的那么多治愈啊？这楼道里听到你这个呼吸声了。好球，打排位啊！人没钱，他妈抢球过来了。为什么这些人不要命的？搞这种预判球，给你中。牛的牛的，开一把了，开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太对了，多打几刀。
竞技赛二的哇，那你运气真好，挺想找你的。放弹的，别给我蹦出飞轮啊！缓一下总是对的。你是真喜欢偷跑，我发现你。哎，他还带云中漫步的，脚印跳得好快，很躲的吗？你放弹云中漫步。我真喜欢砸回声板，我发现了，鸟笼砸了我一次，还想砸我一次。记者不来吗？我不信你。知道那是压伤旧的。我命昆虫。哎，这打到他了。哎，我卡了。昆虫，搞工程上肯定要多少埃及棍子。还是搞昆虫。
带不命的。这里还有二面，真的假的？哎，什么？卧龙凤雏啊！可以往右走，那我没丢左边叉，丢左边叉要废了。别轮的，知道你有飞轮，不能第一时间受伤，受伤还要把我水气费的。爆屏喽！不就拉倒。这不是大副卡，
你开到我放狗留你。现在的部分给我打了，我一上来你也走不掉啊。大部分人呢？你别从背后偷吧。好飞轮，来跳过来打我，快快快，不然我的技能没用了呀。这能赢？Ha ha ha!
外面滚他一根刺就行。不一定能到啊，五秒钟到了，要么救下来就死了，啊，要么就救不下来。大副太看能住我的嘎不掉。不是格局啊，有格局也不用啊。还有佣兵啊！哦，
也逃啊，还在天上飞着呢，真离谱啊。飞过来，我俩死一个。感觉像是女的呢。